是无人倾听，我爱地中海的天晴，爱西伯利亚的雪景，爱万丈。这位营业狂魔这两天终于休息休息了，但是他的歌曲依然正常营业。近日央视放了一段背景音乐配有周深歌曲的鹤群画面，黑井鹤在周深充满叙事感的歌声中翩翩起舞，一起来欣赏这场美丽的邂逅吧。 Леты журавочка сталя Над нею дивні хмари。片段背景音乐是周深在经典《永流传》上唱的《鹤》，歌声和画面都太美了，相得益彰。音乐配得好有感觉，这首乌克兰民歌《鹤》终于有了具象化，万物有灵。周深的歌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静谧且美好。这首周深演唱的《鹤》，再配上高雅的黑井鹤，真的是太美太神圣了。不少网友称，请问什么时候重播？大伙想在电视上回放一下。不仅如此，这不是央视第一次把周深的歌用来做背景音乐了。之前播放的纪录片《追踪海洋巨兽》用的是周深那首《化身孤岛的鲸》。周深的歌和海洋一样清澈，散发着光。周深把海洋森林的那种孤独无助感诠释得淋漓尽致，画面结合周深空灵的歌声，竟然有一种悲鸣的感觉，仿佛真的是大海和森林在哭诉。周深的这首歌配上这个画面，真的就是绝美。央视爸爸不断解锁周深新用法，这位宝藏歌手真的是各种好用。随着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盛行，一年一度的周深脱口秀也准时跟大家见面了。周深在后台采访中表现得十分出彩，唤醒了不少深夜打工的媒体老师。周深第六次回到这个舞台，给人一种越来越放得开的感觉。一起来看看周星星的表现吧。采访开始前，主持人拿出来生迷们准备的一份名为感谢的礼物送给周深。41个小贝壳上写有周深2021年至今发行的41首歌曲。周深还调侃自己是一只心很大的鱼。采访中，周深透露二专已经完成 60%， 会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。这样说的话，大家更加迫不及待的想跟二专见面了。周深即兴清唱《黑猫警长》不说，还要拉着工作人员们一起合唱，这波操作属实是社牛了。黑猫警长，森林公，你们真的上不去。森林公民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最后还要被他独特的拉麦方式给笑死。周深在采访时不忘吐槽生米们的唱功，现场模仿生米们合唱又努力又难听的《大鱼》，还被称作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。调皮的周深跟老师们说下次合唱要努力。却在后面离场的时候被媒体老师们在线呼叫开个班。只见周深斩钉截铁地说 No。 即使没有拍到周深的表情，大家应该也已经能够想象到了。周深的采访真的是太欢乐了。谈及第六次来到东榜，深深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走东榜红毯时的神速，到这一次走红毯的稳健，让更多的人听到了他的歌声的同时，东榜也一路在陪伴他的成长。最后还是要狠狠地期待一下周深的二专，